宜兰礁溪的大马路旁，一座糕饼店经常是大排长龙，尖峰时刻简直就是人山人海。我就看好多人啊，人气旺的地方，总觉得说东西比较好吃啊。只要有来这边旅游，都有来买。就还有一个桂圆蛋糕，很好吃。它很好吃，里面包了葱又包了起司，吃起来跟普通的面包不大一样。原来让顾客远道而来甘心排队等候的，就是易顺轩用新鲜的台湾食材现做现卖，天天零库存的传统糕饼。其中用三星葱做的葱烧饼人气第一。第一次来是看到大家买那么多，觉得很奇怪，就买了一次觉得好好吃，所以下次再来又买很多。超薄的牛舌饼堪称宜兰饼的代表，还有最畅销的改良传统大饼玉露状元饼和阿 Q 饼，制作手法相同，里面包了宜兰鸭蛋黄、台湾麻薯、黑猪肉松和屏东的红豆，是易顺轩的畅销产品。老板说，易顺轩不争最早，只争最好，坚持传统也随时创新。原选好的材料啊，实实在在的做工啊，这是易顺轩一向所坚持的，都能够当天就能够把它给销售一空。那我们的三星葱烧当然也是顾客非常满意的啊，每到必买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状元饼啊，那是我们喜庆宴客的时候啊，嫁女儿的时候啊，可以用得到的。易顺轩隐身南洋，却声名远播，用最新鲜的台湾食材，最传统的技术，包裹住故乡的滋味，欢迎您随时来品尝。